做咩啊？咁睇唔开啊？做超人啊？哎呀，马来神功嘅威力真系惊人嘅，咁样都会冇事嘅。你哋见唔见？跌落地嗰阵时，蛋糕成两尺嘅。不过佢只不过系略受震惊啫，根本上连少少嘅伤都冇嘅。罗斯，你呢一项表演一定会令到你哋大开眼界。由26尺高跳落去，短短2秒钟嘅时间就跌到落地下，生与死只不过决定在一刹那之间嘅啫。马戏班嘅空中飞人，大家都睇过啦。咁样飞法睇过未呢？佢眯埋眼运气，尽量集中佢嘅精神同埋身体嘅力量。你睇住啦，佢就嚟跳落去啦。通常由咁高嘅地方跳落去，都系头落地先嘅。咁但系罗斯你咧，只脚落地先。睇唔清楚啊？再睇过，再睇多次。有冇事呢？似乎就冇咩事啦，只不过系受咗多少震荡啫。神功弟子，佢哋打又打唔伤，跌又跌唔死，唔通佢哋条命系特别硬嘅？咁啲人问个罗斯你嘅感觉系点啊？佢冇法子形容，即系知道跌落地之后，只脚掂到嘅地方凹咗成3寸。佢演出咁成功，个个都戥佢开心，尤其是师傅更加引以为荣添。嗱，我哋而家再用慢镜头睇清楚一下。佢的确系犀利。呢几个又做乜嘢呢？在地下那里动起了几块玻璃，这些玻璃都是真东西的，不是说道具来的。哇，3厘米厚的玻璃，他们居然都可以穿得过，真是令人难以置信。等我们再看多一次吧。达鲁士用拳过先，麦卡呢就用头过先，左哈你就用手争过先，充分表现出武术嘅精神。如果揾佢哋拍武侠片，就保证一定收得啦。咁当然系冇够生网啦。同时呢，双脚你要落地先，咁样仲未算。师傅认为太过简单，要加块玻璃。梗系咁做翻啊！就好似喺啲高楼大厦啲玻璃窗嗰度跳落街，更加可以显示出马来神功嘅威力啦。睇住啊，唔好眨眼啊！咁精彩嘅演出的确系难得一见。佢而家准备企翻起身啦。如果你觉得刚才看不清楚呢，不要紧，我们可以将速度较慢20倍给你再看多一次。